玩哦，抽抽乐，抽抽乐，这是那个很难用的那个吗？是这个，一直搓，一直搓，一直搓，还120个哎，这个它奖项只有这样而已。这个抽抽乐呢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撕下来，然后搓一搓，打开来，然后有这上面的数字2到32是双数，我们才可以这个拿这边的礼物玩具，才给你们看里面是什么。很期待吗？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里面长怎样，你要等我们抽到，说明我们不用抽完了，我们就全部拿到。好，来吧，随便抽，因为反正也不知道，反正有120个，也是很可以慢慢抽的。36，差一点点，没有，70没有，我们还计时看看要抽几次，100，34号，52。没有，69号没有，这个不像我们之前玩的，有一个戳到真的是手很痛啊，手很痛，很累耶，中了吗？16，恭喜你，恭喜，中奖啦！我来帮你看看，耶耶，帅哦！战斗游戏盒超强，对，你不觉得这个狮子就是这样？哇，这个，好了，我现在把它打开了，看看里面在学狮，我在学那个。你看它有这个哎，两个豆牌，超可爱。我超喜欢这贴纸，这很真实。对，而且它不是平面的，它是立体的，对，它很凸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三张这个什么百兽大战的卡，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完全不知道百兽大战是什么。两个公仔，一只是狮子，狮子帅，对，然后另外一只是一个天使，哎，它是。不知道，算了，不要乱讲。还有两个豆牌，两个而已哦。对，就两个。换我120没有，23号没有，48没有，74、79、106、100。这120个真是。对啊。我们应该找多一点人来。对，102没有，37，我还以为有嘞，19，还有开心的。72没有。95，31没有，11，3号没，结果我们真的要把9号也没有，47没有，87没有，75没有，4号，恭喜你又中，我们可以玩游戏了。来，我来看看，中了，4号是什么？玩具枪一支，哦，这个我喜欢，还有一支蓝色的枪，它一颗一次等于半颗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。我的目标，我要击中红心。好，1、2、3，啪！啊，对了，没有啦。啊，这假装骗到你的。因为玩接子弹游戏。对耶。啊，最好接档就这样子嘛。对，好来，好，我们就把这些拉起来上场。你用手掌都很难接，对不对？用两只手。我用手掌，我用手掌，应该可以，可以哦。接子弹。我准备射喽！1、2、3，射！啊！真的接不到哎！换我接档来，换你，换我，换我，换我接啦！我们会很紧张哎！1、2、3，射！你没有射到我的手，真的吗？1、2、3，喂！这真的我已经很慢速了耶！我已经对，我叫你喂的时候，我刚在发呆，算了，我都在跟你说要接，他还在给我发呆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换你，换你，姐妹加油！还有那么多，66没有，没有中，3等，太重了，好哟。好，这是我抽到的合金圆牌，32号。我觉得应该是豆牌了。我们今天可能会抽到一堆豆牌，没错，好的 ，OK， 两个，好，是我的，换我，怎么可能啊？1号，没有，91号没有，我们都靠你了，82没，63，76没有，35，39，86也没有，我们已经快抽完一半吗？还是还没有？还没，还差很远是吗？对，112号，51也没有。6号，终于中了，可恶！这是我刚刚抽到联盟大合体，不用哦，对，它就是要组装，要组装，哦，还要贴贴纸，好累哦，组好了，我们真的不会抓
但是我告诉你，它煮完之后是长这样子。对，是长这样子。这真的很难，因为它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，又没有说明书，还有附贴纸哦。好了，我们赶快抽下一张。七八没有，七零一没有，四十三也没有，六二没有，十三二十。最我看了上面最不想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帮我再给你送还一个，送还一个这个，送还。快，你要不要展示给大家看一下？好，换我。六十五，九十九，十五号，五十九号没，四十，没有，一百零七，二十七没有，五十五，一百一十四，吓到我，我以为有，七号，我刚也以为他有，原来这样，哪一个就啊，又怎么这样？不是你现在看到那个小五七没有，小数字很开心哎，也不管他有没有胆，四十六没有，六十四，四十四，一百零四号什么？还在那边说什么？不用全部搓完，搓完第一期没有，五十六没有，哎，该不会就剩下哎，怎么没了？十四，耶，我们两个可以再换，终于十四号吗？小车一台，小车在哪？这边有一个小车，好可爱，蛮帅的，它不小，它蓝色的，它不小，它不小，算个是什么赛车吗？跑车。我要让他试在路上试跑一下，试跑一下哦。是我的迷你小车，一二三 ，Go！ 他甩尾，他甩尾，一二三 ，Go！ 他甩尾了。好，换你快点。一百一十五号没有，五十三，一百一十六没有，九十，七十三，一百零三，五十八，三十有。贴纸一张，也不叫小犬，是贱狗哎，好可爱，贱狗的，它很好笑，它叫它叫什么？它叫贱狗，但是我不知道这部片是吧？它叫可爱啊呜，它叫啊呜啊呜，对啊呜啊呜，亏你还记得，二十二号，哎有，游戏卡一盒，游戏卡一盒，而且是一盒。我们越来越顺利了，因为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快没有了，我们可以抽到一次。小小兵的游戏卡，小黄人，他写小黄人。那哪里来的小黄人？小黄人在这。哦哦哦，他这边有一个小黄人，就是小小兵。哦，鲁夫哎。哎，好可爱哦。他有战斗力，战斗力五千多，帅。然后剩下的都是小叮当。剩下都是小叮当，哎，他都有名字哎，哎，这是什么关？这是关公吗？这是他写，这是这是大肥，才不是，这是柯南。因为他写大肥，这是柯南哦，这是柯南，对，这柯南，这是关公，关公，重复了，哎，这是重复的，重复的，大肥，大肥锤，大肥锤，大肥锤，他拿着一个锤子，有没有看到？记得。好，塞，这是柯南，哎，这重复，这是我看一下哦，找那个吕布，哎。吕布哎，吕布是，这是黑棋，一样是三国里面。他谁？哎、欸，他这个图画都蛮好的，好酷哦，而且很可爱哎。换你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中奖几率越来越高了。对的，因为我们快抽完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抽了。有没有中？一一八没有，四十一号没，一百一十一，四十五，九十三，二十五，八十三也，一个是一百一十三号没有。一百零九号，五号没有，八十九，六十九七，四十二，八十四，一百一十号，哎、欸，我有了，二十四号，耶！我今天超贴纸，好美哦，蝴蝶，它的立体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样，哦，它是可以站起来这样，哦哦，像只蝴蝶。好酷哦！哦，所以我可以把它整个贴在墙上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它就会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很美耶！还有蜻蜓，还有蜻蜓哎！来，我帮他们把翅膀展开。喂，奶奶，很美耶。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怕昆虫看到的掉眼泪？吓死！它蛮真的哎，其实远远在镜头上看，蛮真。对啊，很真的感觉。还要换我，八十五号没有，一百零五号，一百一十九没有，六十一，九十八号，给
跟你讲一件好消息。你又中了吗？对，是我又抽到。太好了！我们已经不管谁抽到开心的，然后抽到最重要的，个粉红色的小盒子，可以拿来收东西。我们可以把我们豆盘放里面。哎，对，放豆盘。我们有一些豆盘，豆盘有时候散一地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是这是铅笔盒，感觉啦，乱讲的，不知道。还有就是收东西呗。哎呦，盼我！我们真的要把120个抽完吗？我们还有好多个没抽出来。八号有了，中了！伸缩棒一支，伸缩棒啊！伸缩棒，哎，这要怎么玩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这样甩出去吗？会，会，会。哇，这个好帅！这我以为他会就是结体之类的，对啊，我以为结果他就真的是在伸缩，哎，好酷哦！而且你这个可以拿来打人，就是我打你远方，你看会不会痛？坏蛋！哎，不会痛，不听话，叫你写功课，为什么不听话？我都有写，哎，这还蛮好玩的，这还蛮好玩的，要玩一下。就像他就出去了吗？对，就这么玩乡巴佬没玩过的，好酷哦！二九没有，96中，6788没有，哎，12耶中，12号卡通大集合，恭喜你，卡通大集合，好，我打开它，噔噔噔，为什么跟我刚好多好多东西，跟我刚拿那个有点类似哦。这是七龙珠里面的，哎，对吧？哇，赛亚人哦，这应该就是贴纸了。贴纸，可是为什么它后面会有这个啊？不知道这是啥？那什么？可以贴墙壁吗？玻璃的。对。还有一个这个三个弹珠，然后一个纸牌，是篮球的哦。闪电十一人，我好像有看过这个哎，闪电十一人就是踢，他也是足球的。这是角色，然后这是防卫卡。哦，这是防卫卡。对，就是守门员之类的。酷哦，帅哦，大岩壁，继续，换就剩这样子而已。我们那边还有几个？81号又没中，我不懂。49、26，有26号，耶，恭喜得到。游戏卡一包，魔力卡，超级无敌魔力卡，超级无敌，他们这样说。哎呦，贴纸，这是奇丽花是什么？仙人掌，宠物，超新仙人掌花，还有一个章鱼小丸子的贴纸，章鱼小丸子纸，好。加油！我了，28，耶！奇怪，豆牌今天都被我拿到哎。对，你就是最喜欢吃豆牌东西的。我就是豆牌王。豆牌王，豆牌少女。对，豆牌少女。但是我不会玩，对，我们只是爱抽而已。我们就爱抽到它。还有两张贴纸。哦，那这个还有附贴纸，就是我刚刚没有。刚没有，对啊。很奇怪，常常不可以这样子哦，这样不公平。那92号没有，快点玩一下。94、80没有，77，哎，我们真的很扯。我一点都不高兴，我们凑了120个，哎。对，重点是你知道里面还剩两个，然后我们剩33，凑不到54 ，why？ 21号，丢脸你啊！剩两个我们还凑不到，17号也没有，就是这两个了吗？一人一个，太扯了。不是啊，是71号，哎，这50号，哎。等一下，雾魔，所以这个该不会这两个也有吧？我们没有抽到呗，傻屌丝一盒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自己开喽。嗯，这是杯面，杯面好小哦，这好小哦。对啊，好，你的角色，哎，我拿到新角色哎，流浪法师，流浪法师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这个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什么亲的？好，阿童木，原子小金刚。哦，是啊，哎，阿童木是原子小金刚哦，原来他叫原子小，原来他叫阿童木。然后两张关羽，然
然后又有鲁夫，还有柯南，最后一个是蜘蛛侠。是这样吗？这样是这样子，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。这是我们今天抽到的奖品，没错，我最喜欢这个，我最喜欢这个，这真的太美了，你看这个动物栩栩如生，栩栩如生啊，学到一句成语，栩栩如生，改天开个新单元叫成语小教室，那我一定会输，我抽烂了，好啦，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八八六